运动场顶头，学生囡仔骑着独轮车，手搁摕着呼啦圈，也不是来变换队形，当认真来做着团体练习。尤其最近拄比赛回来，学生才有休息，利用时间来练习新的招数。哇！你是说要看人摆下来？虽然一直在跋倒去，不过学生是愈练愈信心，也是这种努力的态度，被林国秀在独轮车的表现红加欧露。不管是县内，或者是中部地区的比赛，常常得奖。独轮车很好玩啊，然后可以学很多招式啊，然后，姐妹，我等一下下来了。虽然有时候练不好会被老师骂，但是。反正就是很好玩，就对了。一开始会，因为一直摔倒很痛，就不想练。嗯，那是谁跟你说要继续练下去？老师。他怎么跟你讲？他叫我努力。两年前配合教育部，这个学校这项技艺的发展，北顶国小开始在推动独轮车这项民俗技艺，学生唔惊日头晒，嘛唔惊忝，参过进行真热烈，也借着参加比赛的经验，找到来提升家己的实力，得到较侪成就感。你用金钱也是买不到的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实际参加比赛才能够获得的。那既然这些孩子这么有自信的话，我相信说他们在学校的话也会乐于学习、乐于运动，然后不管是任何方面，我觉得他也会乐于尝试。校方表示，学生练习独轮车了后，培养运动的习惯，对因骨骼发展较有帮助。上重要是在当中来得到真侪快乐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